好，我是钓鱼不定的木易，然后又去钓鱼了。今天试一下新方法，上次试了葡萄，不太管用。然后今天用田螺，好不容易摸了两个田螺，然后试试看看田螺钓青鱼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是啥情况。这是今天的装备啊，两根杆子，今天连抄网都不带了，因为为了减负，为了减负我啥都愿意。先把我们的船桨组装。哎搞定，出发喽！发现一个水鸟大兄弟。就黑水鸡到现在还没有孵化，不知道啥情况。顺利到达我们的钓点啊！第一个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上岸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打窝。我刚刚已经把鱼竿抛进去了，这窝料全都打下去。起竿，管儿。这是1升米15毫高，然后挂到田螺这外面，这硬壳这，我看人家都是这样挂的啊，就这样好像就行了。然后这边这个钩上面两个钩子的话，挂两个颗粒，后面和旁边的话全都是草啊和别人种的农作物，所以我只能扔出去抛竿，是场地限制。位置很精准，重新抛一下杆啊，把这拉上来，重新抛。哇哇哦哦哦！哦，晕，直接砸到伞柄上来了，有点缠住了，一点反应都没。钩子上面东西都是完好无损的，但是田螺呢，不会刚刚砸掉了吧？现在一点鱼口都没有，田螺已经玩完了。因为田螺用完了，我已经钓了两个半小时，一个鱼扣都没有，心都碎了。